们两个人都在往，都想要往那条路上走，但是没有成功，所以还是谢谢大家关心，感谢一切都好，谢谢。视线转向右手边，现场三百位粉丝，等一下就换你们的时间喽。谢谢全台观众支持《当男恋爱时》，也恭喜金盏花大一夜走一夜，感谢各位。今天这一场怎么样？谢票记者会，《当男恋爱时》是金盏花大一夜第一部制作与行销的作品，由沈伟豪、金百伦监制，殷正豪指导，集结金盏卡斯。